回到金砖奖颁奖典礼，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八年级同学在这两年专题研究的成长。Hey, I'm Ashley. Hey, I'm Nancy. And we're from AA. So after doing this project, we figured out we learned a lot of stuff like researching information and doing experiments. Our project was about doing fountains. We did three kinds. One was about Coke, vinegar, and one heating one.Our other groups in our class did different kinds of things too, such as explosions and invisible ink, and we found it quite interesting to do this project.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八年二班的林云颖。一开始我觉得专题研究实在是有够无聊，常常上课都在睡觉。但是这一年不一样，它变得有趣，变得更有意义。总而言之，我学到如何运用访问调查法和实验研究法，在学科上。拜拜。大家好，我是八年一班的怪林。专题研究呢，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一个主题去做深入的探讨还有研究。学过访问调查法、实验研究法还有问卷调查法，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实验研究法，因为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实验。我们将用 show and tell 的方式在期末的报告呈现我们的实验研究法。那我觉得专题研究这一门课是非常有趣的课，所学的东西很实用。大家好，我是八年五班庄子怡。在这两年的专题研究里面，我学会了许多东西，例如问卷调查法、访问调查法、实验研究法等等。这些东西不仅可以让我们在高中、大学研究所上使用到，也可以在工作上实际使用到。谢谢。大家好，我是八零三的张静婷。从今年级开始，我们开始有专题研究的课程。专题研究的课程，我们学到很多，我们学到了自然观察法、问卷调查法、访问调查法，还有实验研究法。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实验研究法，因为其实它非常的好玩。在课堂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实验，而且我们这次做的是干燥剂煮蛋，我们发生了许多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特别的喜欢它。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实验研究法。谢谢。嗨，我是八年 B 班刘芝颖。从这次的专题研究当中，我学习到了许多东西，像上学期的访问调查法和这学期的实验研究法。我最喜欢的就是上学期的访问调查法，它让我了解到别人的心里在想什么，我收获到了非常多的东西。非常感谢潘如倩老师，她的课程活泼丰富，会让我们想要睡觉。非常谢谢老师，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在我们的大学报告上面，非常的有帮助。谢谢。大家好，我是八年四班吕嘉颖，他是我们班的阿奇，他是我们班的嘎士。然后就是这两年的专题研究下来，我们都学到了很多种的研究方法，像不管是说在报告的方式上面呢，还是说在同学的默契方面，我们都就是比两年前增长了许多。那希望这些研究法能伴随我们接下来，就是也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优秀学生的背后都有一群充满热忱的老师，请看。常常这样问自己，我是谁？总是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我是谁？是谁又擅自帮你定义了你是谁？只有不是自己才安全。为什么你以为这个世界很美丽？为什么你爱这个世界胜过爱自己？为什么？